你为王爷做了那么多哎，你俩是不是？我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些年啊，都是我一厢情愿，成王一直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妹妹，我真的挺累的，所以我打算了，我过两天我就要去远方了，去外面的世界多见识一下，也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，我也不用端着小姐的架子，到那时我可以找回真正的自己，做一个真正的谢嫣然。菲菲，我这个决定是不是很棒？出去外面的世界多走走多逛逛，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，可以认识更多的新朋友。你放心吧，我走之前你要我帮什么我肯定帮。你是我谁啊？你是我最好的最好的姐妹。我谢嫣然是谁啊？我会108种叫男人说情话的方法的那个人。哎，我想到了解决的方法了，我跟你讲。开心一点。我舍不得你。会回来的。